真的啊！啊，尾下咱个听这个法律实在是足足烂的法律。咱台湾人来去香港来叫客气的，伊来认为你的言论未合，送终就把你送到中国去。啊，你看，这路哪会使有通过？啊，伊即马伊呐，这个香港乱干呢，伊即马搁去抱中国的尻川吼，这下要选举就袂掉啊！咱台湾的一定讲哇，你这哪会使？哦，所以咱。这个时机有一个好处，因为我咧又是蔡英文的个调。这个我常朋友无，我即个是嘛时间，啊，来个朋友咧开讲，讲这个送就是香港啊，伊讲，对，香港因即个，为什么即个香港这么乱？习大大不出来主持公益的店，主持正义的店，对啊，伊讲没办法，伊讲1997